第五题，以下各常见的物量何者单位错误？我们知道电阻的单位呢是 ohm， 电压单位是伏特，电能能量单位是焦耳，所以这三个都是对的。而电量单位呢应该是库仑，我们简写做 C， 而毫安培或者是安培它是电流的单位，所以呢我们的 A 的选项呢是错的。所以第五问题说何者单位错误，我们答案选 A， 电量毫安培，这是错的，电量单位应该是库仑。